16000元。第二次，16000。这么漂亮的原座，木座盖子，这个不得值5000块吗？17000，光座子再加盖子就值5000块。为了这个呢，人家早期在清代的时候呢，就配木盖，配这个木座，而且玉钮啊，钮是玉的，而且是老玉的啊，17000元。第一次，17000元。第二次，17000。我们本场的第六号标的，也就是我们本场的非常重要的标的了，18000元。第一次，18000元。第二次，19000元。第一次，19000元。第二次，19000元。最后一次，我要落锤了，先生们。哇，2万，感谢，2万元。第一次，2万，6号6万起步，我们的原则。但是呢，不能给大家生硬的这么说，这个到底值多少钱啊？但是呢，6号呢不应该是这个价格啊。2万元。第二次，2万元。最后一次，我要2万1000元。2万2千元。第一次，2万3千元。第一次，2万3千元。第二次，2万3千元。最后一次，我要落锤了，2万5，感谢，2万5千元。第一次，2万5千元。第二次，2万5千元。最后一次，我要落锤了，我们快速考虑。感谢 X 先生。好，捡漏了啊！好，恭喜恭喜 X 先生以25000元成交。